长期使用抗生素之后，当然没有抗生素抗药性的细菌就会慢慢被排除掉。这十几年的使用之后，那你的水蒸性的压力就我们看得出来，就是越来越多的抗生素抗药性的细菌出现，全抗性的细菌，对，细菌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手头上有的所有能用的抗生素基本上都没效。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。